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心洁，新年快乐！很高兴这次有机会能够参加法鼓山除夕撞钟108 For All 为世界祈福的活动，希望可以给全世界带来更多的正能量，为大家的心带来一份安定。圣严法师说过，要能提起才能放下，体放自如是自在人。疫情期间让我们感受到了无常的冲击，许多未来的不确定让我们更明白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不是理所当然的，我们必须学习如何去接受改变，放下执着，提起当下最值得珍惜的人和事。希望疫情尽早结束，让我们一起来迎接美好的2021年法鼓山除夕撞钟108 For All 为世界祈福。